OK， 开始。OK，OK，、okay, 来开始。我叫 OK， 我是 Kelvin 啊，来自米利。OK， 5月2016年去验血的时候就发现到我有5高。5高什么高？就是糖尿病高、糖尿高，然后胆固醇高、高血压啊。尿酸跟那个肾指数高 ，OK， 可以说医生说，如果我在缅甸这样的话，我就要开始洗肾了。哦，洗肾，对 ，OK。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接触这个 product，OK， 没有，跟 Super Lutein，嗯，我开始喝的时候是喝一天喝2包，2包水，两个星期，嗯，喝两个星期过后，我就加了三粒乳钉 ，OK， 就2包水三粒乳钉，对，没错。然后到9月2016年 ，OK， 我就去再做一个 report 的时候、啊、，OK， 东西我的那些五高就开始 back to almost normal， 哦、oh. ，OK， 很多就 back to normal 了 ，OK，OK，、okay. okay, 然后现在最明显的就是那个尿酸，尿酸，尿酸是我这个东西已经跟着我大概6、7年了吧，6、7年这么久 ，OK， 6、7年了，所以。现在从5月开始喝的时候到现在，我没有吃过西药尿酸药，完全不会痛的，完全不会痛。因为我吃肉啊，我喝咖啡啊那些啊，我病都不会发。哦 ，OK， 还有另外一点是，之前我的high blood 很高，对 ，OK， high blood 很高，160、120 ，OK， OK， 今天是昨天是。2月2017年9号啊，8号，我就去 check 的时候，我的 high blood 跌到成138/82。哦，很漂亮。对，糖尿呢？就是、这么简单，糖尿是从7.1跌到5.7。哇，好漂亮！漂亮！哇，真的，这个东西就真的帮了我了。好，谢谢你 ，Kevin，thank you。